我怎么感觉他跑得这么快呢？刚才跑的这几步有点不认识这个角色了。专用点啊，新号还没出个白板知识，白板知识蓝字和你选择的余地，点出成就，我去，三蓝字，我靠，三蓝字不磨没有成就，野兽之力，我去，爆米花呀，这是这个号鉴定，他妈那天的三蓝字都出了，就差惊人的四蓝字了啊！肯定是没有无级别的，因为出无级别会有额外的成就。实践装备出了好多成就啊！来，第一把451国标，509珍宝，420国标，432精致，两件蓝字了，453。下面的野兽之力三个蓝字，兄弟们，那天的三蓝字有一个特技，有一个特技。特技简易加不磨，哎呦我去，这把武器是真的废废呀，140的简易加神佑加凝气源，确实是特技简易加神佑啊。特技不是好特技，简易不是好简易，130的简易有点用，140的简易你干干嘛，在简易和特技还有等级都不对的情况下，神佑等于一点用都没有啊。神佑的话一定是基础够好了神佑才好啊。这把武器伤害586都救不了他，因为他140的武器大多数情况下他就是没有用的。